虾嘞，龙先生。对啊，龙先生啊，你认识吗？认识啊，我带你试试看好不好？这是法国最当布利斯，最当布利斯设计的。你现在不要笑，等一下我就让你吃到笑不出来。出发，龙先生。深圳的内行人才知道来吃的地方。老唐沙龙虾馆609是座号，座号。对，这几天我们时常在大陆的一些片幅广告中，看到小龙虾。其实我们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小龙虾在大陆这么的火，所以今天我们请 Vivian 带我们来这边吃一趟。那等一下，我们来尝一下这个感觉是怎么样，感受一下为什么说为什么它在大陆是这么火的一样夜宵。没错啊，在大陆非常的火，必备宵夜。它到底有什么迷人之处，居然可以让这个东西这么火？来尝试一下，导演可以咔吗？本集由最专业的跨境电商物流公司中国网通以及世界上最好买的跨境电商平台亚乐购联名赞助播出。这一位呢，是我们的蒜蓉虾，是不是啊？哎，对，蒜蓉小龙虾，第一道蒜蓉小龙虾。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认为小龙虾不干净啊，是不是？对，因为以前我们家附近有那个公园，其实小龙虾它是很破坏生态的一种那个生物。因为大陆现在基本上它都是使用养殖的，所以基本上没有以前老一辈那种想法，就是吃下去就知道了。首先要先带套，知道吗？一般他们都说要带两只套。我都是带三只。带三只啊，比较有保障。那利比亚习惯带三只，我们也学着试试看。很多人还不懂得怎么吃小龙虾，他会把这个壳切一块来。那我就先把它剥开一边，头部的部分会划一刀，对不对？对对对对，然后另外一边也剥好。那它这个鳃是不能吃的，这个鳃是不能吃的。鳃对，但是它中间那个虾膏，对，吸呀、啊，吸它，吸光它，啊，然后绝了，这个虾膏绝了。吃完以后转一下，扭开，扭开来，肉在这里嘛。大家一定会觉得小龙虾的肉这么少怎么吃？压一下，然后一边剥开，把身体两边压一下，两边再剥开，然后再剥开一边，然后慢慢的拉，慢慢的拉，他已经把中间的那个肠泥啊给弄掉了，所以基本上他处理的都很好，有没有？现场先，目前现在就只有你开吃啊，你不要再问别人啊。那什么？好吃的。那是什么？甜甜圈、洋葱圈？没有，是葱油粑粑。对，然后看到这个，刚好这边也是湖南口味的。它什么口味？口感是什么？它其实就像面粉炸。什么味道？面粉炸起来而已，它没什么味道，就比较清淡。对对对，脆脆的。吃口感的。我不会介绍他、啊。我靠！有东西是没看过的东西，人家想知道嘛，是不是？反正它就是一般的街边美食啊。哎，它有一种焦香味，越嚼越香。好吃。啊，你好，帅哥。跟他握手一下，先握手。第二，第二，第二。把头边的壳剥开，然后吸。感觉好爽哦！我要吸干它，吸太多了啦，太多汁了，起来啊！对，哎呀，我一直在吞口水，好烦哦！真的是香辣，不会辣过头。对对对对对，不敢吃辣的，但是可以尝试。感觉刚刚这样子拉一下就出来了。感觉怎么样？好，再吃一口猪油拌饭，再配一点猪油拌饭。平时人家都是用筷子吃，就你用手挖。手套戴着，你要再拿筷子，我有的不方便。哦，所以这样吃，对吗？啊，是啊，是啊，是啊。
有人讲招牌酱真的是招牌，很多的招牌都是骗人的，可是我们在这边吃的这个招牌虾真的是一绝。葱油粑粑，葱油粑粑，嗯，有葱又有，对，好吃的叫粑粑。你刚刚不是问我我吃出来什么感觉吗？我跟你讲，好大一下好吗？就油味，哦，你看旁边都长油有没有？油油亮亮的，应该是面粉，面粉然后去炸的，嗯，然后加点葱，嗯，我再配个啤酒，这个真的不错。你要吃到后面，它还会有那个焦香味，有没有？它会回回，对，还有会回是这样。我拿一颗小海螺给你，你回我650，是不是？你拿这个给我，跟我回，给1600。有1600。明天的事啊，等你吃下去拉住。啊，香菜头，香菜的头啊，口感咬起来就像芹菜一样。哎，对对对对对，它其实后面有一种人家不习惯的味道，可是越咬越香。还好吧？还好，是不是？我知道你在说不习惯的味道是香菜。好，我也想吃。我告诉你，它这个口味虾真的就是让人家迷恋的味道，就是这样。问等什么？会让你停不下去啊！我回去台湾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办？你下次想吃呢？就坐飞机过来。哦，可以。为了这个口味虾，我可以。有没有吃的这么高了？他从头到尾真的都没喝水啊！一次人挑战100次不喝水。你看这里都空了。对啊，哇，太好吃了！你这样你终于知道为什么它可以很火热。停不下，一直都上来。前几天才吃而已，我问他，哎，回味一下，真的停不下来啊！因为第一次来不会吃，所以还让身边的朋友教你怎么剥。真的剥了5-6次以后就上手了。台湾有泰国虾的那个料理，嗯，对啊，但是没有这种口味的。它弄下去焖嘛，炒一炒，焖一焖啊。真的，一吃就成主顾了。但是说实在的，你也要找到会煮的人，那个店家。这间文和友，真的算很火的一间。你看曹也很幸运啊，每一次来了2次哦，来2次都有，然后都有的做，不需要排队。平常的话要排一整条龙1-2个小时哎。他是说认真的，这个小龙虾它单价不便宜，一盘要168。大家看一下菜单，其实还蛮贵的哎，168块一斤呢。哎，你在干嘛？你把蒜蓉虾搞进去，蒜蓉口味虾，其实真的好吃，我真的就是口味虾，那蒜味是有它的，不敢吃辣的可以吃的。蒜味是太平凡的味道，就没有那种香辣，很想要继续一直吃下去。你喜欢吃辣的吗？但是这个不辣，真的是不辣。可是它会在你嘴巴辣辣的那种感觉就很舒服。再一次特写嘴巴。它没有那种死辣，不会死辣，吸香嘛，在你嘴巴就是很辣的车里，它是很温和的辣。今天就到这里，我也不想再让你看，说一下结尾吧。好了，喜欢吃小龙虾的，不要问我们在哪里，就来深圳吧，就在深圳，每个地区都有啦，自己打的问啊。哎呀，自己打的问的，温和有在哪里？好，喜欢看我们吃东西的，请分享，点赞，订阅。吃东西啊！按赞订阅《含羞草日记》。Bingo！ 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准备个叉哦，就是这样哦。Fuck this shit, I'm out. Fuck this shit, I'm out. 有什么想说的？很好吃。今天是谁啊？对吧？谢霆锋。哦，峰哥。风味美食。这个不是高圆圆。高圆圆。花花。成龙也来吃了啊，成大哥。啊、我认得出没几位。哎，李连杰今天也来吃了啊。哎呀，我眼睛业障重啊。